一次我记得我生病的时候，就半夜真是很难受，就打电话给那个安妮娜的 management， 结果安妮娜的 management 的人就很好，来就是算半夜三点多来载我去看皮尼尔医生，还会买食物给我，然后有买粥，有买一些清汤面给我，然后隔天我的情况更严重，他们还帮我，然后还送我去医院。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的服务最好的一项。安迪那的设备很完整，然后 management 人很友善，然后也很帅。外面的普通的 management 你是找不到像安迪娜这样子，就还有包五十元或来光，还有这些哥哥来帮你们打扫客厅。因为通常我去别的 management 的人的家里面看的时候，他们的那个地上都会很难找，就是没有人帮我们打扫，所以安迪娜好在这边，然后就是垃圾也是有人帮我们清理的，所以学生就不会有那么多负担。舒服、哦、然后开心。我是安迪娜的一份子，你加入了吗？